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唐代诗词故事系列节目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提起唐代诗人杜甫，那恐怕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我们每个人几乎都能够随口背出几句杜甫创作的名句名篇。相对于浪漫豪情的诗仙李白，人们将登临现实主义之巅的杜甫尊称为诗圣。杜甫的作品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群众疾苦，读他的诗就如同是一部反映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巨著，因此他的作品也被誉为是诗史。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唐诗《春望》就是这样一首情景交融、感人至深的经典作品。公元755年，安禄山起兵叛唐。次年6月，叛军攻陷潼关，唐玄宗匆忙逃往四川。7月，太子李亨在宁夏灵武即位，世称肃宗。杜甫闻讯，立刻将妻儿安顿到陕西鄜州，只身一人投奔肃宗朝廷。没想到，却在半路遭到叛军的俘获，被押回长安。当时长安被叛军焚掠一空，满目凄凉。杜甫眼见山河依旧而国破家亡，春回大地却满城荒凉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一首被后世传颂了千年的名作《春望》应运而出。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。这首作品情景交融，言简意赅，又饱含深情，充分体现了杜甫作品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。诗人开篇用一种物是人非的历史沧桑感，写出了国破城荒的悲凉景象。山河依旧，但国都已成为沦陷区，昔日的繁华早因战火而荡然无存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林木荒芜，民不聊生。一个破字使人触目惊心，继而一个深字又令人满目凄然。春天本应是一个万物复苏、一片生机盎然的美好景象，但由于国家衰败，国都失去了春天的光彩。颔联两句通过花和鸟两种事物来点题春天。在这个本应该是鸟语花香的季节，诗人感受到的却只是国破家亡的苦恨。越是看到繁华烂漫这种美好的景象，反而越会增添内心的痛苦，就连听到清脆动听的鸟鸣都会感到心惊。杜甫用这种以美景表现哀情的艺术手法，将诗句赋予更深厚的情感，获得了更为浓郁的艺术效果。这首诗题为《春望》，全篇就由这个望字来展开。杜甫在诗的前四句当中借景抒情，在景与情的变化之中，我们仿佛看到他由翘首望景逐步地转入了低头沉思。景联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，上写国难，下说家愁，由大到小，由总览转为具体书写自己在这个特殊的春天里的感受。随着诗句的推动，杜甫的情感自然地过渡到思念亲人当中。在交通闭塞、通讯不发达的古代，见字如面，手写书信是身处两地的人们相互联系的唯一途径，但连续不断的战火使信件的传递变得更加困难。杜甫手握着写给妻子的信件，却没人能帮他送达，被迫离家好几个月，连知晓亲人是否安康都成了奢望。这种消息隔绝却又无能为力的急迫心情，让诗人寝食难安，夜不能寐，满头青丝都愁成了白发。这种心中对家人的惦念，很自然的使人产生共鸣，因而家书抵万金之后成为了千古传颂的名句。在多福看来，眼前的国难家仇都是因为战乱而生。多福心中的辛酸与期盼，也是所有受战争迫害的百姓的共同心理。这首《春望》在体裁上属于五言律诗。 律诗是一种对格律要求非常严格的近体诗，这种体裁的诗歌在杜甫的作品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他不仅用律诗来写咏怀、写宴游，更用它来写时事。五言律诗要求全诗共8句，每句5个字，要求整首诗通押一韵，一般为平声韵。 由于限制很多，所以用律诗来写时事难度很大，而杜甫却能够运用自如。在杜甫困在长安的200多个日夜里，他的诗歌创作正因浸满了泪与血，达到了巅峰状态。《悲陈陶》《北征》《三吏》《三别》等20多首传世名篇，从他满是忧患的笔端下不觉涌出。 在这些诗歌中，论深沉含蓄，尤以这首《春望》为最，句句都有言外之意，值得品味。这首诗开头从大处落笔，结尾回到自身，将国家、个人三者融为一体，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意境。诗中写景抒情结合得很完美，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。但诗中所写的不仅仅是景和情。 而且还有人和事，杜甫将景、物、事、人、情种种因素综合为一个独立的世界，完美的表达了心中的思想感情。在这首诗里，由景、物、人、事等组成的境，和诗人所要表达的意完整的融为一体，蕴含着杜甫对于国破家仇的无限悲痛之情、忧国思家之意。 有学者曾经评论，伟大诗人与普通诗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景物事的表现手法上。若是一般诗人写景只为写景，若是二流诗人知道将景物事与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，而伟大的诗人在写景咏物叙事之时，还能够将这些与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构成诗的完美意境。 杜甫的这首《春望》就是对诗的完美意境的最好诠释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他是唐宋8大家之首，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主将。他也是个真正的伯乐，是世界难得的良师益友。 在他人生的晚年，是什么样的景色让他置信与老友分享？敬请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早春呈水部张18员外。